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猪捆肠，刚蒸好的。我没有辣椒油了，所以说少了辣椒。好烫。有辣椒油我是会呛，这样子不会呛。它是没有油的，猪捆肠跟羊捆肠是不同的。猪捆肠它不油，羊捆肠非常非常无敌油，这就是区别。还有就是气味也不一样。我会更喜欢猪捆肠一点，羊捆肠太油我吃不下，它很腻。抠嗓子的你，看我吃完啊！往大一个。那浸泡凉一凉，洗个冷水澡。好烫，刚出锅呢。但是凉了我又不喜欢，哎，太难了。手遭罪，但是嘴很过瘾，当然我宁愿嘴过瘾一点。一点油都没有，哎，有苦味，是我这酱油苦吗？哎呦，这个东西太难了。求酸鸡呀，姐妹们！看在我这么拼的份上，是我像一个小热门呗，好不好？这东西很有嚼劲，还很苦。那就没啥了，就没啥味儿了，还是酱油的味道，就是苦，很有嚼劲，没了。